呢要有气，是精气神的气。没错，我来跟你做个实验，跟在场的观众朋友借一个硬币，一块钱的。好，那你就直接上来吧，大家赶快那个掌声鼓励一下。就你，可以了，要跨步子进就可以上台。你好，你把这个布铺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您在这个布上面呢，随便一个地方打个叉。哦，打个叉。定个方位，确定是那里吗？把笔呢就放在这个叉上面，对，好，然后再把硬币放在上面，这是你的硬币吧？嗯，再把杯子盖在上面，上面没写你名字，凭什么说是你的？好，接下来严肃的事情就要来了，不要动到任何地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仔细看什么叫做气。好，再转。硬币在转，哇！哎，就是说这个魔术可以考验一个人有没有资质当魔术师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能不能够换一个地方？当然可以。那你要先打个叉，一定要打叉吗？一定要打叉，能量才能够集中。试试看，经过你这样捣乱之后呢，我看我的气还能不能贯穿这个玻璃杯。注意观察他的脚，啊，脚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们现场能不能再叫几个观众上来，围着大家一起看一下？好，我们把这让大家到下面去，让大家近距离的见证一下。谁来摆？过来，来，你来，先打个叉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笔竖在这里，放在正中间，请你把硬币，你自己有没有带硬币？用你自己的硬币也可以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杯子盖上，有没有问题？自己检查一下，没问题啊。这个地板不可能震动的哈，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接触到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跟，对，毛巾椅，起来，对，水泥地。我不需要帮忙吗？真的在转呢，搞什么搞？小伙子，你说你是不是跟他一起来的？师傅，我们完全没有串通过，对吧？这位先生虽然长得很可疑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串通过。谢谢你，小伙子，谢谢。好，一笔还给你，谢谢大家，演出的劳务给你。来，谢谢啊。你这样，再把这个演出做最好一点东西，把桌子抬上来。先。你既然来了，还是教我们一点吧。教，我今天会教大家一个魔术，就教刚才。教大家，就教我们两个人。